这块是你，猪肉你的肉，姐，那你说你还是吃不了，知道不？哎，55，姐。那个，姐，你来啥肉啊？脚下的。多少？多少斤？来几斤吗？看着来吧。我姐多点少点无所谓。 切好不？这肉脚下的，忒肥了，你不好吃。忒肥了，还得搁油，100块钱中吗？中啊。你的要肥不咋的？要肥点的，完了掺里头。我给你添缸肥得了。啊？我没有肥的，这够了。中了，给100吧，多咱们先不要了啊。一个茬都要。咱家吃。你越肥的越不合适。那我这越不合适。大哥，你说好了，我给你带一下。不带，我不带。 那咋吃？尤其那边底下那股底下你带点肉啊。那个要带肉就没了，要。那腰牌没有人要了。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哎呀，你看这排骨咋样啊？排骨在排骨的肉后这个。啊？你卖一刀我再买。给你，给腰了。这猪好不？这猪肉都照别猪细块。 好不这套，够腰了吧？好不姐，够腰了吧？哎，我说这有多少啊？这个56斤，70的中吗？5斤多，够不？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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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铁这十二，六十五斤。好，是这个意思不？还有东西是吧？是鸡的。好，这是多些的，六十五是吧？这七十五，140。来点宽的，中午。好，直播间两点。一百四。下边也宽的啊。哎，好了姐。 天姐，嗯，啊，油没油了，正宽够不？到了，下边再穿。必须的，上边挨打点吧。这个用不着啊，别厚了，别厚了。你认真的。哎，对。这回没事吧？都意思了。别别别，不要那囊的。这哥们儿，好不好？都收的给你了，给一百吧。一壶了，一壶今天够意思，不要不。一会儿来一勺呢。好嘞。 哎，多少钱？一百块，零八毛八。不是，一百块。啊，是啥？是少的。啊，来多少，大哥？你说半天了，这都是够了。来，我这一会儿没了。你要多少钱？我先给他拉了。来，一条得，来，跟他那一差不多，六七十块钱，五六十块钱都行。够来，哎，行。 是我那一阵就跟他我上这边，你把那个皮给我剃一下，我绞点馅呗，我绞。是肉绞馅，可惜。这是我的吧？重。
我再给你拿，中国大哥，来，完剩一个一，行不？好，这让你让几个，让几个，别那些都退肥了。我知道退肥了，咱也不要啊，至少多好啊！中了，给六十，等会儿打油，都给我扔上了。哪个那叫哥们儿，那最好吃，肉筋。拉倒吧，你别泡嘛，来了。我给你，六十，你最喜欢这个肉，二百五十，哎。这个11块，给50得了呗。还有特殊处理的？不用，就洗洗就行了。洗洗就行。对，但是不用切，但是你别煮火了。多长时间呢？你开过就熟，因为猪心越煮火辣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看他不怕它不熟，但是越煮越老，知道不？开过就熟，开过就熟。对，这猪心是吧？ 收尾试试，越挖肉加40啊！285，这肉准拿，不是你的拿。 这是大姐花名的，刚才要不然说到顺人回来吃肉呢。行，等一会儿啊。这是给我收拉的，收中过这肉。这不那个，不那个，这拉，这来。来来，爷爷，拉这一半就行，给我拉一块。不是这个，这拿，这拿。 这么老，这么老，要这个，等会儿啊，等会着，要半天了，哎，就这两个就够你的了，这一百吧，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，这啥收啊？这肉你都不要，这肉比哪个肉都好，这叫螃蟹哭子，啥收？这一百一，来一块，我给我收，行啊，收肉。 收这肉好，好啊，这肉那个大，一百，这行，一把肉，对，一半，不都要这是？不要点肥，都要腰子，这行吗？大姐，你不嫌肥吗？这行吗？谢谢，大姐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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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要这些，就要这些了。那你给我95，支付宝到账，我给你把肉啊。 一共连给凑100了，这100一是吧？啊，100一。小点馅儿，小点馅儿。好。100，比我好。没了。还有没有呢？这人家都忙完了。后边这棒肉，来点后腿肉。好嘞。瘦点的。哎呦，肥点的啊。哎，好嘞，这个还好。嗯。那半拉的前朝我给留40-50斤啊。啊啊，这个还有这腰牌吗？这是。有。 要我听说话像唐山口音是吧？上次我们买好多的了，你忘记了？我忘了，腿大。唐山哪儿的？我也有。这我彩铃腰子。哦，怪不得。腰子，玉的奶奶。腰子，我玉的奶奶。啊，县医院的。买肉给他。啊，也是腰子腰子。行，没点吃。给我来一根吗？中。 中吗？我想嚼点馅儿。行，这肉里里个里脊留着，剩小馅儿。行不行？100块钱的。再给你。够不行？够。这个元宝肉留着。剩下小馅儿。再给我来点瘦的呗，我再嚼点馅儿，有点太肥了。这个不肥。再给我来点。这肉嚼馅儿多好啊！再给我来点瘦的。骗了。给我来一点。少嗓子，兄弟。好，马上转事儿。 这大帮子，是这个吧？对，行，21块8。啊，行。啊，给这多了。给我来一块。21块8啊。啊，给20得了。再给我来一块。别那么多，不要那么多。要多些。我就想要点瘦的。这些中吗？那不冷。
一百四，行不行？不是，等一下来的可以。兄弟，往这块给你。没有了。看看多少？看看雕多不？雕我给你打下去。这脚上馅儿。这都脚馅儿。先我脚吧。行，我脚了吧，把这收着，再给我切一点的。还切？切点。你不嫌瘦的少吗？再来点。行。那没事儿，姐。没事儿。 哎，姐别着急，走溜达地道都走，走，走，这是一百四。哎呀，我还想要一块腰盘，这肉拿过。不啊，还要啊？还要啊？还要腰啊？哦，这三十。一百七。 还有鸡蛋冻的，还有。还有多少只板儿啊？老板，还有多少只？还有一块，还有一块，这还一块。啊，这里还一块肉板吗？对，一块肉板。不行，那我不往里扔了。对，好嘞，一百七过去了。嗯，行不，兄弟？多不？这有多少只啊？背个十多斤儿。十多斤儿啊？啊，一百五十，给一百五得了。 啊，多一打点瘦的，然后剩下脚馅儿。这肉也打点瘦的，剩下脚馅儿是吧？那还有没花生酱啊？没有的，没有啊，记得。没有啊。这个瘦留着，这脚馅儿。这排骨是？你多嚼点瘦的，那瘦的再来一半。再来一半啊？对，全脚馅儿。那我知道了。这排骨是啊？啊？这排骨是吧？ 哎，好嘞，兄弟，好嘞，兄弟。啊，腰是没有的，就是。又去标啥去吧？这块儿，我要这块儿，把这儿给我打。 那都要的，都给去了。哎，好了啊，哎，给修理，修理，好不好？行不？这两块。 用哥给你切开吧，这个要来，好，这个用哥给你切开吧，不用切，回家自己切。好嘞，都拿着，你看我这腰来，把这个两块这块，那个不一样价，我当给你腰着，行不，大哥？啊，那个这种便宜，十二，啊，中，这是三百一十二，啊，中，一块给你，一块给你，好，大哥，没关系，嗯，啊，提着小明吧，把那给我提提，好，来，别费。 能整吗？是一个中国来的，不是一个。那个，行，大哥，没事，我在这儿，你放心。没关系，姐，咱不是那人。放心。姐，咱不是那人。放心。感激的，用咱说还行。不要，我不喜欢那个要的，要下边。要这样黑标的。对，这边可以吃油脂的。 这几个整齐的你还不中，不要那个，这一块不要，不要，来这几个吧，兄弟，那小块的，咱们再用不了，包我这个刀是不是这个厚？啊，这把拿来，这把拿来，也都整油了。这十二，十二，好，这是一百六十三，一共多少啊？那是三百一十二，四百七十五，啊，对，一百，四百七十五。 四百七十五是吧？啊，对，好了，没事，一百六十三，好了，那个前朝人都要着，哦，前头有人要是吧？对，啊，搭上去吧，要不。